2017年第4届世界杯少棒比赛的冠亚军决赛，8月6日，浙江伫个七立棒球场，由着中华队出战美国队，因此就看到规个棒球场上万的座位出现难得一见的不满，因为因大多数拢是要来为咱的主题兵中华队加油。当然，这坐伫个台顶的人潮中，也包括了自世界杯比赛一开始就拢来到球场加油的台南市长罗清德。这场个人相当瞩目的比赛，中华队最后是以2-7来败给美国队。最后，大会就马上来进行闭幕，含着颁奖。但市长大清就伫向着现场所有球迷讲话的时阵是讲，即届世界杯比赛的时阵拄到了两个风台，但是比赛同款圆满来完成，伊才感谢所有的人的用心含着努力。伊当时嘛甲咱讲，台南市所来举办的世界杯少棒比赛，不只是一个比赛，已经是一场嘉年华会。台南市所得到棒协的支持，所举办的世界杯少棒比赛，不仅仅是一个比赛而已，其实台南市都是以办嘉年华会的形式在举办，所以我们教育局举办了教育局跟13个学校，还有台南市许许多多的人员都全心全力的投入，就是希望小朋友来这边比赛能够宾至如归，不仅仅喜欢我们所提供的棒球的赛事，也能够喜欢这个城市，喜欢参与这个活动的每一个人，在他未来的人生旅程上能够留下最深刻的回忆。赖市长同时也感谢每一位球迷，并和大家相约2019年台南再相会。我也要感谢每一个球迷，如果没有你们进场来支持，这个活动是不可能成功的。我感谢你们，2年后大家相约再见，大家都进到球场来支持每一场赛事，好不好？让大家看到台南的热情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Thanks to the fans here in Taiwan for the. 我要感谢所有在台南这边的球迷，让这次比赛的气氛非常棒。同时要感谢来自全球世界各地的观众们。你们这次的参与，还有媒体的报道，让这次的棒球比赛是最令人刺激的一次。另外，还有这次的比赛，我们让大家永生难忘，同时也期待2019年大家能够再一次在台南相会。我们的赖清德市长把我们的世界少棒赛办得这么的成功，服务这么的周到，让我们全世界透过电视、透过网络，都看到我们的赛事这么成功，我们再次拜托所有的球迷朋友，我们掌声来谢谢我们台南市的大家长赖市长，好不好 ？Thank you, Mr. Lai, the Mayor of Tainan City. Thank you very much. 接下来呢，要跟我们赖市长呢一起来颁发这次的冠军金杯，来给美国队。Congratulations again to USA national team. I would like to invite Mei Lei to close the event officially.
好 ，Michael Schmidt 非常客气，他邀请到的是赖市长来我们宣告2017年的少棒赛正式结束。好，现场各位贵宾、各位好朋友，我在此代表世界棒球总会宣布第四届 U12 世界杯少棒比赛今天晚上正式结束，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谢谢赖市长 ，Thank you, Mr. Michael Schmidt， 也谢谢所有人的参加。2017年第四届 WBS 世界杯少棒锦标赛闭幕典礼到这边要告一段落。我们再次要感谢所有的选手来到台湾 ，Thanks to everybody in Taiwan for this event. We see you in 2019， 2019年，我们台南新球场再见。